一个技能打出30段伤害。由于顶尖黑科技被发现，飞机仅仅需要一个 W 进场，瞬间融化对面的满血 AD。 这个套路中的娜美走下路辅助，飞机走中路中单。下面来讲一下这个套路的细节玩法和出装天赋。首先是技能释放顺序，娜美在给飞机一技能以后，飞机先开一技能再放 W， 可以直接触发两次娜美的 E， 而在飞行途中挂点燃可以直接触发飞机的电型。飞机出装魔切、炉灯、贪欲、影焰、法船杖、符文、电型、猛然冲击、眼球、终极猎人、法力流息带、超燃。娜美出装帝国指令、海利亚回响、钝化器、流水法杖。符文选择艾里、法力、超燃、焦灼、恶意重伤、眼球。在这些出装天赋加持下，飞机 W 技能伤害拉到最满。最后再来讲一下这个套路的进阶级玩法，让其更加给力。而这个套路进阶级玩法就是搭配火男一起使用，从一个双人套路变成一个三人套路。下路选出来火男和娜美疯狂压制对面的 ADC， 进入到团战阶段，对面 AD 有可能躲在后面不露头，这个时候就可以用娜美飞机组合直接轰炸过去。相信我，每一把游戏下来绝对能打对面 ADC 直接破防。